接下来我们做一些简单的问题，因为都是一些课本的例题啊，之类都很简单。他说右图有个火车上有吊环，然后不同系数状态有这个，请问你它是怎样的呢？啊，第一个，刚刚启动的时候，从不动变成会启动，应该长成什么德性呢？停车站借问，这个人叫做12号。12，你答案选几啊？你选 A 吧，你做 A 吧。这要做保持惯性，保持原来，所以车子在前进了，东西维持原来，所以落在后面。好，所以落在后面。啊，启动会留在原地，所以答案就叫做 A。然后呢？如果维持等速会长成谁呢？停车站借问，维持等速应该变成谁呢？可爱小帅哥屋哦，我锤我小帅哥的屋，21，你选谁 ？B， 请坐下，你答案选的叫做 B。等速就是等于不受力嘛，不受力或合力等于零的时候。静者恒静，动者恒做等速率直线运动，它就维持跟原来通通都怎样一样嘛，跟没有动的意思一样嘛，所以呢，答案就叫做 B。那么最后啊，如果减速呢，刹车减速会变成什么？这用鼻子猜就知道答案是多少了吗？啊，尤其是讲写完前两个之后。各位叫做美女十四号不在，美女九，哇，加倍，真美啊 ！C， 请坐下，你就选 C， 这个跟刚才的第一题是相反的嘛。现在变成车子减速，吊环维持原来，所以吊环跑到前面去嘛。所以呢，答案就叫做 C 儿，如此超级恐怖简单儿 ，OK， 好，就这样子。课本问的简单小问题，但是学测是考过类似题的，但意思是一样的，长它变成一杯水，然后这样子，但意思是一样的。好，那所以呢，现在呢，车子向北，突然向东弯。车上人如何倾斜？记住，我们要保持惯性，保持原先的运动状态。那应该会怎样呢？可爱小帅哥，有帅哥吗？有，帅哥30。小丑，看不到我，拍都看不到。答案西边。你坐。跟你讲说，维持原来状态嘛，继续保持向北啊。只是它会一边向北，一边怎么样？一边有点东，一边有点向东啊。因为都不测来，强迫它向东啊。保持惯性嘛，维持原来的运动状态啊。啊，所以呢，就是这样。啊！停车站接问，那向北突然变西了，向哪边弯？猪脑袋。这个猪脑袋的题目对不对？嗯啊，我刚才已经跟你讲解过怎么做了嘛。来，可爱帅哥，可爱小女生，十号，北，你说，答案叫做。啊，就跟刚才一样嘛。保持原先的运动状态嘛，所以原来向北就继续怎样？向北嘛，所以会向北倾斜嘛，所以答案就猪嘛。这就是跟各位讲那个惯性嘛，啊，向前倾还是向后倾？那个这个就很类似我们叫各位玩那个盘子向左弯、向右弯那个类似那种状况嘛，类似那个情形。当然还有类似的情形。OK， 有人有问题吗？没。